挑战未来。
超越创新的热情，深耕台湾，布局全球。我们积极投入研究开发，发展智慧节能与绿能减碳产品，打造企业成为世界级移动科技品牌，创造员工、经销商以及客户荣耀的喜悦，带领您迎接人生的每一段旅程，让我们看见未来，掌握幸福。人生当中每一个阶段非常重要的伙伴，而三洋集团也致力于能够成为所有朋友们最好的人生伙伴。在未来，三洋集团也将带领我们旗下的两大品牌继续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最专业创新的服务以及最优质的产品，继续征战全球。各位在场所有的嘉宾以及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莅临三洋集团媒体新春记者会。我今天的主持人刘嘉玲妮娜，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这么开心的下午。我想在今天活动的一开始呢，仅代表三洋集团要感谢我们今天在场所有的每一位嘉宾、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在过去一年来对于我们的支持跟爱护。其实在2017年，我们三洋集团不管是二轮的 SYM 或是四轮的 Hyundai， 我们都大有斩获。在今天我们特别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感谢我们在场所有的每一位嘉宾、所有的每一位媒体朋友们对于我们的支持跟爱护。当然在未来接下来的一年，我们也恳请在场所有的每一位媒体朋友们可以继续支持三洋工业以及南洋实业，跟我们一起再次开创全新的格局。当然我们因为秉持着我们的品牌精神，继续追求卓越创新，就像是在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视觉，它就是一匹狼，我们就会像是狼一般用着势如破竹的气势在台湾的市场上奔腾。我们将会再次与各位一起开创我们台湾车市的新气象。那么在今天的活动当中，我们也很荣幸有许多的长官跟贵宾莅临，在这里也为各位一一介绍。那么被介绍的贵宾也请您可以起身向大家挥手致意。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三洋工业董事长吴清源，吴董事长，欢迎。吴总好。三洋工业副董事长吴立珠，吴副董事长，欢迎。南洋实业董事长蔡德利，蔡董事长，欢迎。及南洋实业总经理李应生，李总经理，欢迎。三洋工业董事兼三洋公司发言人严泽豪，严董事，欢迎。以及三洋工业执行副总经理陈旭斌，陈执行副总，欢迎。三洋工业副总经理林凯石，林副总，欢迎。以及南洋实业副总经理徐国达，徐副总，欢迎。以及这一位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贵宾，因为他大力的支持我们三洋集团，同时也为我们争取了多款新车的导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用给驻台代表金杜文金代表，欢迎。同时呢，我想在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这么多的嘉宾来到现场，当然也要再次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可以在百忙之中特别抽空莅临。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玩得愉快，在今天我们有非常多丰富的奖项要提供给大家。那么在接下来，我们非常荣幸要特别邀请到三洋工业董事长吴清源，吴董事长来为我们大家说几句话。各位现场嘉宾，我们掌声欢迎董事长。
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好。我想今天虽然过年已经过一段时间了，但是难免也要在这边跟各位说个新春愉快，因为现在讲新年快乐好像有点过时了。好，各位新春愉快，拜个晚年，那也祝福各位，新春行大运，阖家安康。我想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三洋经过这一年来的一个努力，我想所有的一个成绩各方面来讲，虽不是快速的一个成长，但是我们也尽了力量，把所有的一个业绩能够把它稳定下来。尤其我们现在提到去年四轮的一个业绩，表面上我们感觉看起来并不是太理想，但是我们去年四轮的一个下半年的一个业绩，我们是把以前遗留下来的所有的福利车，也就是说将近1000台的一个福利车，我们在去年下半年我们把它全部销售完毕，也就是说等于去年虽然下半年各位看到的一个业绩并不是很辉煌，但是加上这个1000台左右的一个业绩，那也就是说反应过来，我想可能各位南洋的弟兄听到会比较有压力，也就是说今年我想我们期待的，也就是说在四轮这一方面，今年的一个业绩至少是2位数以上的一个增加，所以这一点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去年业绩跟今年展望，尤其今年我们从去年的一个下半年，我想我们在有一个所谓金代表这边的一个来帮我们跟母公司现代总部这边做一个很好的沟通，让我们整个所有的一个业务的一个进度都能够顺畅，我想这个对我们的业绩是有帮助的。然后在今年来讲，我想我们又招，讲招好像不太好听，我们又请了一位所谓我们四轮里面的一个高手，那就我们的李应生李总经理。进来我们南洋这边做协助，我想从他的一个学经历除了完整以外还优秀，那也相对的也就是未来的成绩会跟他的一个学经历成正比的一个概念，这是在四轮方面。那二轮来讲，我想以去年的一个成绩，我想我们当然经过一番努力以后，我们进入当然我们进入一个叫做主流市场，我们市占也爬上20%的一个成绩，那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讲虽不是很理想，但是至少我站稳，站稳以后我们再来求发展。那二轮来讲，对于一个未来，我想我们对未来才是重点，过去的成绩我们当作记录，那未来我想对未来在燃油车方面国联方面来讲，我想我们站的一个立场是我如何摆脱以前所谓日系外观的一个观念，我把外观完成跳脱以前的一个观念来做今年我发展的一个第一个步骤。那我想陆续我们新的机种会陆续出来，请各位拭目以待。那如果各位媒体朋友有要买机车的，稍微等待一下，在这边顺便做个生意，等我们新车出来比较一下再做决定。那这是在内销方面我们要做的努力。我想我们当然你说叫我们用跳的，这个跟我个性来讲是不太，我想我们会在成绩方面我们会一阶一阶往上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来经营
三洋的这一家企业。那至于外销方面的话，可能对外国人我可能会比较不客气一点，我要求的我们未来的一个外销的一个成长，我想我是以每年要求20%的一个成长速度来作为外销方面数量上的一个增长，这是我在这边的一个要求。然后至于电动车的一个部分，我想三洋的电动车并以现在看起来市场上对我们的一个信息好像蛮少的，但是各位如果比较资深的人应该都知道，其实台湾第一部电动车是三洋做的。再来，台湾目前所有的一个法规已经是依据三洋的一个规定来制定的，所以以三洋来讲，针对二轮，我想我们技术不是问题，技术上不是问题。那以目前来讲，可能有一些所谓的一个基阵营归基阵营，我想这个我不宜表示。最重要，我的感觉是国际走到哪里，我跟着走到哪里。毕竟台湾是外销为导向的一个国家，那外销为导向的话，当然我是以大市场为取向，那就说我们是走国际路线。国际是什么路线，我就走什么路线，这样的一个那也就是说，在整个的一个电动车这个结构里面，我想我们今年在米兰展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整套的一个系统，包括车型车种，我想我们在米兰展的时候，我们会一一把它展示给各位。那也请各位稍微期待一下，我想应该会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那谈到这边，过去未来都谈了，但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刚刚有跟一些媒体朋友在聊天，我说三洋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至少在业界有一个站稳的一个脚步，有一个立足点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除了三洋的一个同仁们之间共同努力之外，其实我的感觉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跟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力量的，我想不在乎我们在场的所有媒体朋友们，各位翻开所有报纸，没有一篇新闻对着三洋说不好听的话，没有一个对三洋讲负面的话。各位，报纸的一个心态是一颗幼苗刚要长大的时候，你们不忍心打它，未来长大以后要如何调整，那我们再来调整吧。那也就是说，其实讲这个在这边很语重心长，而且当然很多东西它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就说我不知道要如何感激各位在这几年里面给我们的一个鼓励跟爱护，这才是我们成长最大的动力。也就是我们除了没有阻碍以外，还有动力的一个支持，让三洋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由一个在谷底的一个地方慢慢往上爬升。我想这一点我在这边我想再三的要感谢各位。更期待的一点，秉持这个精神，我想未来我们所有的朋友还是要一秉往常的一个态度跟精神，跟爱护我们的这种精神来继续鼓励我们，爱护我们，然后把三洋很难得在国际有一个自由品牌的一个厂商，把我们再扶持起来，让我们能够继续成长。那也就是说，这未来三洋真的如果说在国际上能够更知名，能够销路更好，做得更大的话，我想各位功劳绝对是在各位。
山羊、爱护山羊的一个心态促成的。谢谢。非常